好，要把它改成 VBA，那这边先叠叠掉，因为 large 跟 small 这两个 VBA 里面没有，如果 VBA 没有的话，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蛮麻烦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阶段先把它先在这边先做完，然后呢用 VBA 去存取，但是你想说这样子好像只有一半而已，只有做一半，那有没有办法连贯？可以，我们阶段性慢慢来。第一个。哎，如果假设啦，我们这已经做好了，那我要算就很简单了嘛。怎么做呢？如果我们用那个之前，其实你可以套用之前的范本嘛。宜兰苗栗这个总人数嘛，其实它跟这一题还蛮像的，最大跟最小三个，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然后一样把这边找到我们的专案名称是009这个特别重要，你不要放错位置啊，因为。现在我们开很多个档很多同学没有看清楚，就把它全部都贴在一起。虽然储存也可以存，但是你会发现你存到别人那边去，你下次开就找不到了。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今天我是写在这里的，你就要记得哦，你那个名称哦要对应到，你不要放错，你不能全部都写在一起，变全部都在同一个别人那边去，所以这边要插入一个模组。然后呢，我就把什么？把刚刚那个011这边好了，这个复制过来一样啊。假设我用范本的方式这边名称的话，我们也就是叫前后三名的工资取消一下，把这边改一下。那做法上都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主要就是教各位把前面的那个回圈配合逻辑判断。逻辑判断的话呢，就是直接抓什么？抓这边。哎，所以如果抓这个的话，那我们可以什么？把这边改成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们用什么呢？固定位置我讲过了你可以用 range，有没有？去抓那个储存格。储存格的位置的话就是什么？G1，我是放 G1 所以这边的话 G1，然后呢，哎，如果怎么呢？哎，就是大于，哎，不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跟这应该是什么？那个储存格里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假设 sales，应该是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所以这边的话，B 栏的资料，如果怎么样呢？它这个是大的所以是大于等于 range G1，那它就表示什么？它是。前三大，那后面的话呢，或者是或一样嘛然后那个小于等于 small 的，所以呢，后面的话就是把这个复制贴到这边来，把它改一下方向，改成什么呢？改成小于等于 G 有吗？哎，我是放在小的是什么？G2 里面。OK，所以这个等于是用 large 先做了这个是small 做。好，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有没有？这个是前三的，这个是后三的。OK，那我就做什么呢？就把它们累加起来。累加的话，就是把 B 栏的东西累加在 A 里面，然后呢，再帮我把它丢到哪里？丢到 D2，哎，刚刚好，所以其他不用改。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就是逻辑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未来如果你们要解决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解决逻辑，怎么去下那个条件。如果你会下条件其实改完应该就 OK 了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输出看看，执行看一下。等于是说，它如果是前三的或者是后三的，它就帮你累加起来。所以累加完丢到这边，应该就是前后三名的工资总额。应该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了OK，好，我们来执行看看执行。哎，206500，切过来看一下。哎，一样，206500没有问题。但是呢，这边会有个地方可能会同学会觉得说，老师，那这个地方我如果每一次我要先做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感觉好像要多一个步骤那怎么办而且好像放这边感觉不太恰当，因为人家就知道说你还要先做。那所以等于是说，你做 VBA，实际上你根本不是完全 VBA 嘛，你只是部分 VBA。
你还要先做这个阶段，才能够做这个阶段。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那你应该也是做不出来的。如果删掉哦，执行的话会怎么样？应该会失败吧？OK，因为执行的话，没有，它累加了，所以我把它删掉啊。它变成什么？它变成那个里面没有值，它就变成都是 true，所以帮你全部把它加起来。OK，那就不对。所以怎么办？假如我要删掉它，我还能够 work 的话，哈，接下来就是说，VBA 里面哈，怎么产生这个值跟这个值？哦，这地方的话就最困难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呢，VBA 里面没有 large，也没有 small，因为我前面讲过了，在 VBA 里面的函数跟 Excel 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各自分开的。虽然有些名称是一样的，但是两边是各自为政哦，不一样哦。但是如果说哈，我今天Excel 里面有这个函数，那如果我 VBA 也可以去用你那个函数来做出结果，那这样不就左右逢源了吗？就更好了，一加一就等于至少是有大于二的效果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哈？可以所以这边的话，主要是要跟各位讲，如果 VBA 我要去调用 Excel 的函数，可不可以？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可是我要怎么去调用？VBA 如何调用这个 Excel 里面的函数哦？这个蛮重要的。其实大部分的 VBA 的书不见得有写哦，有写的话也写得很复杂。所以我现在要讲就是如何调用，非常简单，但是可能还是要记一点东西。第一个，你可能要记什么了？记如何调用 Excel 的那个函数。那 Excel 呢，其实在 VBA 里面它把它称之为一个物件名称叫 application。所以呢，以后你看到那个 application，就应用程式啊，指的就是呢 Excel。OK，那你把它点下去，后面啊，不过特别重要，你点要出现，就是你那个字不用拼错了，拼错点就不会出来了。所以 application 恐怕这个单字也许需要稍微背一下啊，不难背了application 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手机 app 其实就是 application，就应用程式的意思了。那点呢？那如果我要取用那个 Excel 里面的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 function 那个函数它叫做 worksheet function，所以你记 W work，所以 W O，大概记 W O 就差不多出来了。那个东西叫 worksheet function，叫什么？工作表物件，工作表函数。所以特别注意 worksheet function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你平常用的那些函数其实在 VBA 里面呢，它就叫 worksheet function。所以呢，这边的话呢，我就讲把一个 W 点一下。所以你大概不用全背了我的习惯是 WO 啦，有没有？WO 就出来 worksheet，大概要把它记起来，记得 worksheet function 它是工作表的函数。OK，里面呢再点，你会发现worksheet function 全部都出来了。这个有点像你按下这边一样，只是在这边显示啊，里面有没有 large？打一个 large，有出现 large 的，这就 OK 了。large 刮胡，意思就是说我就调用那个刚刚的Excel 的函数来用，但是特别是用法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前面是 large 是选范围，可是在 VBA 里面的范围用 range 物件表示，所以特别注意你这边的话，可能要跟他讲一。你用，跟他讲用 range 哪个范围呢？跟他讲从这边到这边，那你就是双引号 B2 到 B10，记得哦，你的范围不能像那用选，要写这样子啊，用 range 物件跟他讲，逗点 K 嘛，K 第三，破括号，好，大功告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未来你不想要做一个前置作业，在里面先用 large，你可以直接这样用，也就是直接在 VBA 里面调用什么呢？调用那个 Excel 里面的函数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啊，最好用理解的啦，因为其实我这些说真的，我也不用背的，我用理解的，因为我知道
它 Excel 就是 application，它里面的东西，这个 function 叫 worksheet function，OK，它里面会有个 large，只是差别范围部分要 range 物件，然后第三这样 OK 了哈。那当然一样的道理，后面的话呢哈，range 趋势啦，就把这边改一下，把这边改 small 就好了。哎，啊特别注意，只是说很长哦，所以这边习惯空白加一个底线，enter 一下。那再一个 tab 了哈，为什么要加空白加底？因为太长了，我习惯什么，把它换下面一行啊。但是你不能直接 enter 哦，前面讲过，你如果要换行的话，一定要在这边空白后面加一个底线才能 enter。那我就把这边这一个哈，这一串有没有复制一下？啊，其实呢 range G2 哈，你就把它贴上嘛。那这边只要改什么？改一个 small，好 small，哎。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OK，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了哈。啊，这种写法应该可以蛮好理解的，哦，那这个好处就是以后啊，如果你要从 VBA 调用 Excel 内部的所有函数都一样哦，就是一定是 application 点 worksheet function，这样 OK 哦。不过我记得好像我在不知道哪个地方看过一本书，他说可以把这个省略掉，也是可以直接调用。但是后来我试好像不 OK，我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地方的话，目前来说用这个方法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好，OK，好，那我们最后呢来 run 一下看 O 不 OK？那这边已经删掉了，没有了。好啊，所以直接跑。如果结果呢是我们刚刚看到的206500，哎，这样答案就 OK 了。好，OK，应该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最大的作用就是说，如果你 VBA 要调用 Excel 的函数，用这个方法，那就 OK。啊，打的方法哦，特别是哦，你 application 一定要稍微背一下吧，哈。然后呢，点自动出现 WO worksheet function。我的习惯就是哈，打出来之后再点一下 large，它会自己跳嘛，啊，你就点它两下，前刮弧，然后这边用 range，哦，把 range 加上去，逗点三。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哈，其实也是拿前面的来改，那只是说有部分如果你效果做不出来的话，哎，其实你可以用这一招 application 点 worksheet function，哦，所以要不然哦，实在是如果没有招的话，还有你会不会这一招？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丢公式，但你可能丢不要丢到太前面，你可能丢到很后面的位置，不要让使用者知道说哦你是丢到后面去。啊，你再去后面抓那个资料回来也 OK 啦。反正这里面的话，哈，蛮多可以做弹性的那个，最重要就是把结果报表做出来了，哈。反正我这边提供给各位就是尽量用哈，各种可能的方法把你的工作完成，而且前提是有效率完成，哦，试一下哦。